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10月13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天蝎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红色哦，适合听权威的意见或者是补充营养啊，展现自己的能力都不错，不适合隐藏自己的想法哦。今天有专业的人支持你的想法，要借此加强自己的信心才好。第二名牡羊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黑色，适合优雅低调啊，或者是与人合作，不适合急躁或者是太古板了。今天的计划很容易透过合作成型，你离梦想越来越近了，你的思维也开始得人心咯。第三名双子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绿色，适合做安全的事或者去舒适的环境让自己放松一下，不适合去冒险啊，或者是粗心大意。今天你的思维和说话越谨慎，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青睐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，第一名射手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橙色，适合热心啊，或者是坦率啊，养生，不适合过度操劳或者是猜忌周围的人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或者是做自己做得到的事，不要委屈自己就能心平气和哦。第二名狮子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白色，适合打扫啊，或者是把自己的态度开放一点，不适合任性或者是脏乱无序。今天能在家里清洁打扫，或者是把自己手边的事情整理一下都好，有助于你了解自己接下来想要做什么。第三名双鱼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浅绿色，适合尊重自己呀、自信啊，或者给自己一些自由的时间都好，不适合僵化自己的思维，或者是高傲、骄傲这样子的负面情绪。合作是你累积财富的来源，要珍惜信任你的人哦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在合作中能找到自己成长的方向，我们要一起成长，一起加油。